在年初从灯会一直到下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，我们共同创造了屏东的荣耀。还有所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也会虚心的检讨。来强化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逐年呢来做改善。那因为改善的当中，那必须有庞大的预算。在璀璨的荣耀当中，我们不会自满，希望的就是这个城市宜居，我们会全力以赴跟时间赛跑，勇敢向前。谢谢大家。